张都欠下过。这电梯糊多少？这么多羊头的？2头的。今天这晚上这糊多少只羊？今个晚上的，3个羊。3个羊。羊头肉是怎么卖的？现在？羊头就是50块钱一个，大小都差不多。一羊头2斤多。哦，实惠。反正老肉熟。老肉好。3只羊呀，对。像这一锅下多少老板？这一锅100多斤肉。100多斤肉。嗯。那一天煮几锅？得2个羊起子。啊？一天煮几锅？一天3、4锅。一天3、4锅。嗯。您这个生意做干头的，人家品牌，现在多少钱斤了？85，涨价了。85，现在磨洋价格20现在。哦，成本高。薄利多销。山东那个羊60块钱，你估计冷冻羊吧？山东那边啊，山东那边那个大街上卖的怎么都管卖啊，它没有那个帮主呀，没有什么成本小一点。老字号还放老汤呢，老汤的蛋黄。蛋黄从里面夹，还有老汤，这一锅就转下肉。马上这个新鲜羊肉要出锅了啊！看看人家生意有多好，这时候5点钟就上人喝酒吃羊肉。这个小勺子一般不会用，这么好。现在有几个人吗？3个，等一会儿我哥过来。哦，4个人。涮羊肉。羊排骨也吃了，吃了实惠。菜鸟实惠，骨头哥那边3000，这个还都高业的，良心老板呀！对，你能听出来我声音个人？酒量，哎呀，酒量一般。要请不了你，能咋办的？哦，你能到哪吃？越偏远地方我越来。跑到农村那个哪个那个？对，山东大集的。哦，你是哪里人？你？我是淮南人。淮南人怎么来这吃的？我住丰台。哦，住丰台。啊，这边离丰台近个呢。有30公里吧，差不多有25公里到30公里到，不专门在这吃。你们3个人搁这瓶酒喝了？我自己我都不喝。啊，他们都不喝个的。到俺家这两个酒窝。哦，嗯，慢慢吃。啊。看看。老板娘，你看，两口子都能干。客气啊，这是我铁杆。真的，我也听你讲话这个生意，因为视频啊，我经常看。好，感谢。我一听你讲话，你哪里人你？我就是这安徽人。门前那个的。门前的，我一直待在浙江。哦。我在浙江待了几年。好，我一听你讲话，好，粉丝。啊，对。感谢。叫那个什么。怪老头那里，对，狗肉啊，那个是的，谢谢啊，喝锅了，不客气，再弄瓶啤酒，不要，谢谢，真感谢，谢，喝啤酒，不要，看看老爷的菜羊头，徒手菜羊头，就这几个羊头多少钱？50块，对，这实惠，都是肉，1斤2两左右。就是你讲这个7个县养活这几个店，你哪有7个县你讲过这里？怀远、南岗、锦乡、丰台、蒙城、盘溪、怀远搁这。对，厉害！我这个你在这个镇上能有生意这么好，也就算厉害了。啊，现在羊肉不调价了吧？85一斤了吧？85。我这个羊头自己搞这一大碗肉，对对，快活，满满一碗肉。进肉的滋味，味道好。这个羊头50块。货真价实，货真价实。5.46。这4.0啊，这1斤左右。1斤左右。这个警戒。晋级。喜欢吃警戒的。啊。我们家没有。嗯。我们店没有晋级。我们有香菜。我们有香菜对，没有晋级。好，上菜。那个餐贴，早就知道了。像这菜这么多，多少钱呢？这50块钱。啊，50块钱。您以正餐食料打动顾客，叫这个7个县都来那里去吃。他姓童，叫小虎。您今年多大？90年。90年那个人。90年吧。你家生意这么好，都是外地人来吃，本地人来吃的少的。外面来的多。开车过来一点，就是摩托车那个盘鸡送他这里。你家的就是正餐饲料。整天饲料，你干这长久生意，你不能整天饲料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或者下实力干就完了。你是中午生意好，晚上生意好的？晚上要好一点。晚上好点的。晚上干到几点呢？晚上像是5点钟开始，基本上到就结束了。3、4个小时。那你早晨几点钟起来的？早晨晚上起来早，5点半起来。5点半就起来，起来人家杀羊。干一个也忙，没办法。起来早你干不出来活。你家现在就怎么就这3个人呢？啊？就3个人忙的，你爸你。这，我就光那个钱我跟你讲。啊。我不光省给大家搞实惠。哦。完了。就自己人干。对，自己辛苦的，是吧？给我们汤来碗20的，不放前掌，就放点大白菜，好。放点白菜，放起鱼。好，知道了吧？今天我才发现这个弟妹太有气质了。拿我开玩笑吗？真没拿你开玩笑，怎么拿你开玩笑呢？你羊肉汤细食，两口都能忙啊你。小虎做生意诚信为本，对，诚信为本。对，不管干什么生意，你这个诚信是你立足之本。对，你看讲的多好。才饲料，外弄举做，养鱼做。不找员工，把实惠留给大家，留给食客。吃要吃真正羊肉，对，真正本地的山羊，绝对本地土产羊。外面不一定要用，随便喝羊杂外面。中间还好，中间还是7、8个羊吧。对，7、8个羊，搁这。走。对，如果好吃。啊，少来两个，少来20块钱的。好，这就是我不要晋级啊，你。别了。好，就这就行。行。知道了。好。看看呢，这个中山火锅优惠了，20块肯定搞这么多的。哎呀！2左右。你这个呀，你这个小桌子，有个性。我一般吃不好，这个我们得找那不锈钢的，烫过了还找说对桶。对。这直接一气呵成的，哦，连汤带这个辣油的一块就出来了。好，这时候不好吃。看看，20块钱，咱这个同乡虎同志给我开后门了，20块钱肯定搞这么多羊肉，满满一碗羊肉，要命了。今天我只叫他放2个大白菜，和这个羊肉汤，我看他烧火的，他的羊肉放的用那个老汤，跟那个徐庄那个羊肉汤一样的，放老汤烧的。你蘸羊肉吃到嘴里，它就是好吃。它炖的烂不烂？烂，它就烂，非常不地。 好吃，美味，好。王子轩，你干啥？过来。啊，一两个蛋，糖蒜味美。我放点大白菜。